来五百上诶，五百个，来这样子。啊，一千个，来这样子。今天咱照用一家的价值。哇哇，现在来收，来收五百。啊，这样子啥阿公，你多来吼。六个。来六个，弟弟，小朋友，有六个诶，小帅哥。大朋友，要请的，好像讲的。来，叫他摆过来。那小弟陈大爷，那小弟陈老板。谁家进的啊？那是刚出床。对啊，举报啊。对啊。掉了。没有啊。掉了。一掉没？阿姨小腿。你查完之后还要跟我。不啊，黑姨，那个还现在还有承包的吗？我来，我查完。不啊，其实来。其他店。我承包没有啊？那种友谊啊，呢？中包了，中包了，中包，变中包，要查完啦。对啊。一堆百多啊，一堆三多人啊，一堆百多啊。谢谢啊。我跟你讲无啊，你想啥事个啊？我跟你讲无遐严啊，你是想哪话嘞？我都听无了嘞。两个人家吧。真快啦，哪里见的嘞？真晒啦。不要找到等你啊。不了啦，无你家拖拜托一下，一分牛头前面大哥啦，你啦，你大哥买两份。好，拖还有油，来，这样一包油都买五没有了，最后剩下这里的，一人一包，来一百块，我们一百块牛头拜托，来一百块。不知道什么。一百了 ，Hello， 小姐，开心一点。不会提，来后边这后边来，不会提，带你慢些走的，剩两个人给，一包一包，讲话哦，我准备了哦，来，你是讲加醋的那种吗？对啊，我帮我买一包，啊，你剩两个吃，我买给你，但是剩两个人给你，一包都五十块，第二包五十块，来两包百块了，贵到紧的，来两包一百五来。一包一包，真正好吃。两头个站来买排骨，七八块，两包百块买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无啊？那做排骨，一包一包，两包百块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几条肉钱？来，阿哥不怕排骨。来，几条肉钱？两包好啊，都买钱，等下付。鸡腿肉给，外口鸡皮包的，内底真正是鸡肉甲鸡腿肉。来，两包好啊，来，几两几两？来，两百块来，几条肉钱？来，两包好来。来三条，五条，八条，八条，来十条，两百块，七条，够请你，十一条，一条不到二十块了，来七条肉钱，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来几条？七条，来六条，来八条，来十条，十一条，来七条肉钱，最后一条两条，七条肉钱，来五条、八条、十一条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位喽，七条肉钱，来两百块，来五条、七条。来九条，来十条，十一条哩，来两百块最后一个人结果啊，来七条肉钱，对啊你好，来两百拢讲买完，七条肉钱，好谢谢集中了，集中了，七条肉钱来集中，来，来张老师长，来鸡腿排来，外公哦，你唔敢食虾米，你莫搞咩事哦，人家加钱你袂晓，但是非常好吃，食咩加钱啊？张老师。张老师，你家煮哦，叫进来啊。嗯。来，我要吃加麻鸡腿排，来两百块来。嗯。做好吃还是做香 ？OK， 张老师。来，进来啊。来了，一人三。小姐啊，这酒吧那种的红条，你别加麻鸡腿排，做香。东兴八。六斤。七斤。哎。八斤哦，你来两百。小姐，要加麻鸡腿排，超好吃的。飞机高机啦，到十机啦，一个面头，来两百块来交麻鸡腿排。谢永祥怎么下单哦？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来，来交麻鸡腿排，一个人十只哦，不要怀疑啦，这一十块的啦，这十几百你两百块收少去啦，做好吃来单位啦，两百块头。交麻鸡腿排，谢永祥先加入这个社团。来两百块，哦天啊，我一冲啊喂，来两百块头，两百块啦。不要上号啦，搜寻他。我们是鸡毛刀，我看二十多。来十斤。好了好了，别那个。来十斤。脸书搜寻。来十斤哦，你来。加进去就好了。来两百二。
来两百块，够了，无买着吧？加买几袋来，通通有了嘛？哦，很香哎，真的很香哎。当然是三家行调，为什么？哎，今天都放那边啦。阿姨妹婆，客人有送东西摆酒，那就不用两家几的喝了。好。把酒给你摆，不是我只有泡面的，那我便宜的。来，再聊，这是我阿妹开的，你做阿妹。来，十斤两百，刚刚买两杯，叫妈去的来。一寸三的人给两杯啊，你搞咩咩？真正做泡面，你便宜，你做咩啊？来，两百拢话哦。阿姨，侬好，再加句话哦，阿姨侬啊。阿姨侬买一千开高八百，来五百块。这条来两百几块，其实特别来，侬老爸赚了钱嘞，你看。来两支五百，三支你来，几支够你来？五百块来，阿姨侬，来五百块来，要吃你两个动作快啊！这四条一千块嘞，伊也来卖你五百嘞，来五百块来，阿姨侬，这几条，来五百块来，只要买两条啦，我知。来五百块来，伊两个人无买着无？哎呀，你有买无？阿妹妹哦，妹妹我先来，阿姨侬五百，好来，感谢你来。在哪里留言下单？你进去社团你就看得到了。置顶文章看一下。我们这是买卖三百。你来要吃好，要吃两百好，交得钱就对了，不交就。这一包两斤呐，一点二公斤的，你两百。这包上你来两百。我要想，就过来先两百，来两百块，爱买，真正好吃，这我对你一包两百。两百块来，我要想，这有三包给两个，三大哥，这个有料哦，这我们过年前卖的。来两百块阿伯，来两百块，这有三包给两个，我要想。一包两百，两包嘛两百，我给你这种。来两百块来，够了没讲？不要讲了不？来两百块，装拿到了吗？大哥你要吗？张老师先。来两百块而已。来不要讲两百。最好吃的水果啊！来两百块。来两百块。来两百块。来最后一个，没有不要讲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一包两百，两包嘛没两百，不要不要，人家没两百。我说没来啊。宅配加入社团，不是在粉专这边。宅配请加入社团哦。大哥，你不要我别走啊！来两百块，看我有余，五个人给四个人给两份哦。你在直播这边留言，我不会帮你处理单子。我这边没有来去逛逛什么之类都没有，麻烦你透过社团下单哦。哎，哦，我阿排水下我人面件，是嘞，刚才大哥我对不起你，你先管不了你这边啦。我个人还是没黑尾，我的错，来两百，最小姐，这里四个客人，我问你了吗？公告你们，你上几位都搞哈？你不要讲啊。阿公是心有力啊，还是个人三将平分哦。啊，唔能其他架台呢？嗯。来，都是什么？来虾仁，刚才有买虾仁的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大哥我被点了价啊。海参汤包。大哥冷包啦。另抓到爱五。哎，这边也。鱼翅汤包。我收六个呢，有啊，一个包。拿过来的龙虾汤包。黑银你看几个银上的啊？几个银币钱啊？一个银币两百，哎，一个银币两百。